来总共四帅，帅帅帅帅，来中间哦。好，我们从中间开始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在电影当中，我们是叫圣人大道嘛，所以我们分别就是有圣人帮跟大道帮，所以待会儿来可以来问一下。好，我们就是男孩们，我们从右边开始看起，好不好？好，请给我们一些帅气的 pose。好，右边，好 ，OK， 右边下方，好，右的会慢慢的往到中间来。好，中间哦，好，中间上面，中间上面哦，中间上面哦，黄色衣服的大哥，好，最后往左边看一下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再回来中间一下，好了，还需要补拍吗？不行，我思明哥，我的如芬姐，也谢谢志伟哥大力支持我们年轻的国片导演徐嘉凯。好。往右边视线三位哦，谢谢哦。好，志伟哥好可爱哦。哦，刚刚一定是看到焦哥没有那么开心，看到我比较开心吧。谢谢志伟哥。好，我们看到左边哦，左边。赞赞赞！好，哎呀，好俏皮，好久没有看到志伟哥，我们再回到中间一下下，中间。好。好，右边最右边最右边，请把最右边照顾一下我们的摄影大哥哈。好，哪边还需要补拍？好，这边啊，这边这边右，中间偏右哈。好，好美，好美，好美哦！小鹿向前，欢迎雅妍，好，还有巧巧。好，那我们就二美夹一帅，我们先从中间开始。好，中间二楼，中间二楼，看一下我黄色衣服的大哥。先从左边开始好吗？先从最左边呢，最左边，最左边，最左边。好，最左边慢慢的，好，最左边，最左边，再一下下哦。好，视线慢慢漂移往中间哦，左，好，中，好，中，慢慢再往中二楼，中间的二楼，再往中间偏右，中间偏右，好，中间偏右。好，我们请雅妍跟巧巧两位美女跟大家挥挥手，有一种挥手的照片，露出了一枚甜美的笑容。哦，太甜太甜。哦，巧巧可爱，巧巧可爱。左边一样。啊，左边哦，左边哈，左边也要甜甜的照片。飞吻时间，巧巧送个飞吻。好，谢谢雅妍也送飞吻，中间也要飞吻。好，哦。好，飞吻。哟，好，燕豪，你帅就好，燕豪不要尴尬。在中间。好，中间一楼哈，中间一楼。好，好，右边。好，其实，在剧中呢，两位这个跟燕豪有大量的这个交对戏的部分，然后聊一下。举起来，我数到三二一的时候就放上去哦。OK， 现场收朋友，我们一起倒数三二一，圣人大道10月18号，我们一起找回被偷走的钱。这是一部非常优质的国片，很特别的题材，是很坚强的阵容，很新的导演，欢迎大家一起在10月18号的时候前进我们的戏院，欣赏《圣人大道》，圣人不止，大道不死，是一部非常棒的电影。好，谢谢。钱一样好不好？钱，这样，钱，小爱心运动，好 ，SS 哈 ，Sales Token， 好 ，SS， 因为我们在剧中呢，可以看到了。
这个 self token， 我们的虚拟货币，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呢，你也已经可以买得到这个 self token， 所以呢，它不只是一个电影哦，加起来的野心非常的大。好，右边右边右边来一下，大家都睡得很饱哦，很好。OK， 中间需要再来一下吗？嘿嘿，太好啦。self 的诗诗酒吧啦 ，self oasis， 欢迎大家进入嘉凯的沉浸式娱乐，谢谢，谢谢所有的演员群，谢谢表演姐今天为我们盛装出席，哦，非常谢谢雅妍小妹妹，哈哈，为我们盛装出席，看到她好久没有看到的左边肩膀，左边。请给大家一个性感的 pose， sexy。好，那我们的视线就随意能摆动哈。燕豪为了这一时段的心情哦，有里面有很多是一套口的单词。不过呢，我相信大家透过这部电影，你们全部看到了。哎，爸爸怎么样？佩服爆了！好，好，来右边下面。透过这部电影呢，大家可以学到了关于很多新兴的名词啊。然后，当然呢，我们同时也可以感受到这部电影的力量。好，中间再看一下。OK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巧巧换了一个全新的发色，非常的靓丽，非常的年轻。而且呢，无时无刻都保有她水润 Q 弹的肌肤，从里面美到外面，从天灵盖美到脚底板。基本上她身上是找不到任何的缺陷，不可能这么完美的人，她一定有缺陷。我想应该就是他的袖子太长了吧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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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他这次呢，不止出演，还是本部国片的监制。他出人也出力也出钱，真的是我们最爱的、最敬重的一位大哥。西西为大家演唱了电影的片尾曲，叫《Let Me Fall》。中间，刚刚说今年是西西的年呢，我们可以在到处呢都听得到西西的声音。那今年也在金曲奖上呢大放异彩。也在各个活动上可以看到西西美丽的身影，而且她现在越来越瘦，身材越来越苗条，举手投足散发出女神的光芒。来，给大家挥手一下。看中间哦，先看正中间。好，一路慢慢，我们从左边开始，一路挥过去，好不好？左边好，好 ，Hello， 好，一楼、二楼都给大家看一下，好，慢慢的眼神往右边。好，你给大家一个小飞吻，好不好？这样。送飞吻啊，你不喜欢，哈哈，好，那小爱心好不好？送小爱心，好，可以，谢谢最实力派的歌手，同时兼具身材与美貌。好，哪边还需要补拍吗？好，中间再来一下哈。好 ，OK， 来麦克风，谢谢。好，要来问一下西西，你好，跟大家打个招呼吗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西西，孙山西。哎，真的，最近一直听到很多你的好作品哎。这首歌当时接下说，哎，要唱《圣人大道》的这个片尾曲，心情怎么样？当时我就是听到音乐总监，音乐总监是吗？你有台湾腔哦。音乐总监子夫老师他发给我这首歌的 demo， 然后我听了前三个单字，我就觉得三个单字，我就决定要唱了，记得吗？Let it flow， 好 ，Let it flow， 就是歌名，因为太有感觉了。然后我觉得这首歌的词曲创作是子铺老师的创作，我觉得很喜欢他的
那个旋律感，所以我觉得很开心，终于有机会，就是因为一直都很想参与电影的音乐，这是第一次吗？对对对。那待会儿呢？你看过电影了吗？有有，但是等一下我们进去电影院的时候，你会看到那个大的画面，是用你的声音这样串进来，为我们电影加了非常多。我跟大家说，大家说，超级震撼，真的哈、哦。我自己说，但是我看到其实你说你的歌声很震撼，歌声，对对。因为我看着听着我的那首歌，我起了几次鸡皮。对不起，我自己这样说，但是那个画面配上去超有感觉，超有感觉。对，可以期待一下，很好看，很好看。好，谢谢西西的推荐。那也期待你今年还会有更多的作品吗？今年快过完了，还有吗？但是还有，还有。对，所以大家可以好好关注我的消息。接下来也有我的演唱会。哦，真的吗？好，这个都市女生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好，希望呢大家去看电影，也可以听西西的声音，然后也可以买票去听西西演唱会。是的，是的。好吗？谢谢西西。